欢迎回来《全境封锁二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这次影片的主题是代英人 vs MEA 专用兼具超稳火力的近中远战术。简单来说，实战中能发挥近中远超稳火力输出的突击步枪和步枪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出发看表演就会明白一切的啦。Let's go。Over here!
好，表演已经是结束了，喜欢这车的分享和主题，大英人 vs MEA 专用间距超稳火力的近中远战术，希望这一集的影片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吧。那我们这里就结束这一集吧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请